哎呀，没什么才华，就是脸蛋水灵，水灵，这东西你怎么办？长了一个大包，我操，吐了！嘴大能不能不要再来了？选他有时候还是得来的。反正嘴，你要是不让我来，让叫嘴大来，我就叫水瓶座来，你看着弄。也能不叫嘴大来，要不然我明天把水瓶座叫来试试，你们体会体会。但是你们不能老是说什么今天不让嘴大来，明天不让什么水瓶座来，你这怎么弄？能不能让水瓶座来达尔赛？真牛逼！你的妈，太夸张了！刚才那个不让嘴大来的，就是你发的弹幕吧？太夸张了！水瓶座也可以来，都可以来，慢慢来。太夸张了！但是我觉得8月25号我要卖点短袖，不是要卖点长袖，要不然卖点秋装，再卖短袖没什么意义了。我这个牌子的衣服有人喜欢吗？这个牌子衣服。我这个牌子什么衣服？反正这个衣服还挺好。明天刚刚来，明天刚刚来。衣服到时候让耀子去穿就完了，让那个荣耀去当模特穿去就行了。吃的让王宝宝吃，衣服让荣耀穿，日用让凯子用，就差不多了，差不多。5400明天不来，老乐乐周三、周四来，周四、周五来。我在旁边讲解呀、啊。我他妈是主角呀、啊！我八月五，我靠！我告诉你，我8月25号会巨累。我要提前去彩排，我要起了床，中午就要去彩排，彩排到下午做妆发，做完妆发晚上3B 大师赛，大师赛之后还要带货，带货完事至少得3-4点钟了，3-4点钟，然后之后还要复盘，睡觉也已经得早上了，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感谢 SAI 的。这个保时捷，问你们个事儿啊，问你们个事儿，观众朋友里面有没有能够有能力买奢侈品的呢？我现在在，谢谢云爵的浪漫恋人，我现在在想，是他们让我他们的建议是带点轻奢的产品，也不是轻奢，反正就是有一些奢侈品，我对奢侈品还是很了解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弹幕老师们能不能，就是有这个需求吗？你们要是没有这个需求，我就不卖了。比如说像香奈儿的包，像什么芬迪的、迪奥这种，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如果没有人有需求的话，可以就算了。但是同样的，他们找过来，我们机制给的特别好，就是会便宜很多，
比你去，你比如说你去 SKP 买那个包，比如香奈儿的包，一个包要卖三万，比如说现在2.55涨到几万了？涨到四万多了吧？哎，不对，2.55现在是不是涨到七万了？我忘了，反正我不太知道，反正就是会比那个便宜很多。再说吧，这个再定吧。我怕这个东西卖，弄了叭叭半天没人买。我觉得大师赛的群体可能买奢侈品的还是比较少。饰品，比如说什么手镯，啊，项链。VCA 的项链会有人买吗？梵克雅宝的项链会有人买吗？比如说专柜里边卖三万多的那种，到时候价格就比如说是28,900，便宜个几千块钱，你们会买吗？梵克雅宝就是那种四叶草，是那种有很多颜色那种。我没觉着买不起，我觉得弹幕老师们很多都有这种支付能力啊，只是要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对吧？你说梵克雅宝的项链，我觉得都是有可能。我琢磨琢磨。我想想吧，这个东西需要就是。仔细琢磨。看看吧，我们第一次的品特别多，我第一次8月25号的品有100个品，到时候有几十个品我都不会讲，就放在橱窗里面，你们要有喜欢的可以自己去买。因为当时时间是来不及的，然后那个品只能放橱窗里，但是机制都是最好的。你像你们说的这种3C 数码产品，耳机啊什么的，这些应该也会有，音箱啊这些东西都会有的。任何的东西都会有。你比如说便宜到几块钱的产品，我们也会卖的；贵的几十万的表可能也会卖，嘿嘿。所以都试一试嘛。我是想。首播第一次带货，可能各个产品我都去了解了解，然后都试试，然后各个不同的，你不知道，万一那种，比如说我带个50万的表，万一这个表卖出了，卖出10块就是50万，就是500万，卖出100块就是5000万，卖出1000块。都卖了5亿，卖了5亿。这么看来，其实带货也不难啊。我想了想，我琢磨琢磨，带货好像也不难。嗯，行，嗯，可以。我果然有天赋。我这么想了想，我预想一下，我这个人简直就是为带货而生的。以后可以叫我带货之神。太夸张了，我没想到我带货实力这么猛，太强了，哎呀，太夸张了，我太猛了。没什么问题，什么意思？什么抽卡抽懵了？我还想抽呢，就是没钱抽了。行了，我去做梦了，我去溜了，下播了，太累了，走了，拜拜了。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订阅，明天晚上大师赛见啊！明天晚上大师赛见，明天中午可能抽卡啊，不是，明天中午可能播一会儿DC史诗啊，我走了，拜拜。完了，拜拜，晚安了。哦，谢谢榜十，我又忘了，差点儿。
谢谢一下榜十啊，谢谢一下这个初景多情巧言壮壮妈咪一卡穆特双双云爵亮亮以梦和四夕的这个礼物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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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